都是大菩萨所化现的，他现的无边无尽的身云。说前头是现身，后头就是说证的。证到了什么呢？深入了法界了，方便了，能给众生，只要众生所需要的，都给众生开眼。眼那就是演说的意思啊，还是说法，说法。现法界身的无穷无尽的，给一切种种类的众生说法，让一切众生悟得的本有的法性，这样悟得大方广吧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如来名号等世间十方国度悉充满，一切方便无空过，调伏众生皆离垢。这解脱门叫什么呢？演说，骗一些果道，都是说佛的功德了，说佛的成就了，把佛的名号，在一切世间，让一切众生都能闻到，闻到了就能弃弱了，就能离苦得乐了。咱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也念释迦牟尼佛，在什么信者，信者啊，不信的不会念啊。感觉是很方便的，很自在的，没什么困难，就听到了释迦牟尼佛了，哪知听到阿弥陀佛了，还有无穷无尽的佛名号。但是想得闻到一个佛名号的，你没有许氏的根基，没有许氏的因缘，闻到了时候，或者你当你最初闻到佛号的时候，你身体啊，它有种感觉的。有些那个感觉的兴奋的，那个每个汗毛都竖起来，每个毛孔都竖起来，那是特殊因缘的了。有的呀，没有这个因缘，他听到他没什么感觉的，不但没感觉，他还排斥的。就是无量劫来所做的那呀，障碍他善不能进，那太重的人善不能进的。但是修善修成功了，那也不能进，他也会排斥的。一切如来的名号太多太多了，骗一切世间的，在无论哪个国度里头，都有诸佛的名号，这样说，都有佛坐道上说法的，都说了如来过去的历史，修行的历史，怎么修菩提行的。这个解脱门叫一切微尘中悉现无边诸菩萨神通境界，这诸菩萨的神通境界，你证得这解脱门才有这个力量。这神通的境界啊，一个是解脱门演说一切国度不可思议的差别名字，差别名字无尽无尽的；一个是说一切诸佛在这一无尘中都实现很大的神通妙用，是神通力，说法。俺们只理解了佛现佛身说法，还不理解了尘说差说呀。
这《华经》叫陈说诈说，把一切的气世间全变成有事有情世间了，一些气世间都在说法。比如咱们说升到极乐世界去，遇见苗，苗也在说法；遇见树，树也在说法；遇见水，水也在说法，都在说法，说陈说、差说，一切说。你要这样理解，你入了法界，要学能入华严经，跟苗叫唤，风吹树叶子动，都在说法，无一的音声不在说法。所以那个闻了法了，你就得到自在了。得到自在就解脱了，就含的是意思就解脱意思。说有副对子，我看庙里头有那么哪个寺院了记不得了，但是这个对子我记得。你听到刮风的声音，听到下雨的声音，听到钟磬的声音，无论一切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，声声自在，就是这个含义了。说一切都在演说，演说的佛法，说它叫自在啊。说风声、雨声、钟磬声，声声自在，就这个言。三相里也如是啊，别把它当成植物看待，当成气世间看待，把它都作为正觉世间，说一成一切成。我刚才念的是一副段儿，它有上联儿，是三散随色烟霞色，色色皆空。因为含义就建在这空上。那么空的塞即佛色，这两句话呀，如果你把它会到你咱们读心经时候，读心经时候，塞即是空，空即四色呀，有就是这个含义。那声也是空啊，空即是声啊，你可以运用到一切处。把这个道理懂了，运用一切处都是成就的，也都能成就。所以这就是佛在一个微尘中的视线的大的神力，大的神力。前头的第一偈颂，如来的名号等世间，也是佛的大神力。但是那也是名号，那前头是现身，说佛的一切微尘中，微尘多小啊，佛能把它转变的为大千世界，这叫无边的神力了，每个微尘里都有佛在那道场里的演说法，演说法呢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一切众生都记住佛像，演说的是甚深法，不是苦集灭道，都是华严法。还讲佛过去怎么修的，演他的历史。第三个偈颂，三世所有广大劫，佛念念中皆示现，彼住成坏一切事。不思议自无不了，这个一念中现三世，三世劫的成啊坏啊，那是劫里在这个时间里头所包含的一切事物，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还有三世。过去也有过去，现在未来，未来也有现在过去，从从无尽的了。
经过的广大劫，劫呢说广，劫是劫波，十分。嗯嗯，在印河时，印河十分，啊，不可计劫的这样。佛是念念中都在示现，有的示现八相成道，有的示现成佛，有的示现化当众生，什么都现，有的现植物，有的现动物，有的现水，现山河大地，无一不现，不是寡现正报身，一切都在现，在一念中就把这个无量劫的现出来了。无量劫就是一念，就是拿一念来收摄，要是放呢，疏开呢，一念变成无量劫，也入善，这都是普贤的境界。这是普贤菩萨所证得的，证得的。佛子纵怀广无限，欲供彻量住佛地，住佛法门无有边，能悉了之，甚为难呐。佛与这一些纵会，所有一些聚会吧，众会聚会啊，咱说华严七处九会吧，都得到解脱，一切菩萨根器不同，耐耗不同，他所示现的相呢不同，他们共同的来想，彻验佛地是什么境界，成了佛了是什么境界。他没成佛之前，预先说彻量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。不论好多的菩萨，无限量的菩萨聚会在一起，来测量的那个佛成佛的那个境界是什么样子，佛地是什么样子，测量不出来。佛所说的法门，佛所记住的法门是无有边的呀。能够了到这佛法，知道佛法，不说全部了到，能够达到佛所说法的含义，部分的都不容易。要想把它全部都知道啊，能悉了之啊，那太难了，不可能。但是普贤菩萨证到了，这都是说普贤菩萨境界啊。咱们现在所讲的都是普贤的境界。就是普贤菩萨所证的十种解脱门，就讲这种解脱门，这一个偈颂是一个解脱门，那这个偈颂是四现的菩萨的根海各自境界，就是诸佛子的，先想来测量佛地的不可能。诸佛所有的法门无穷无尽无边的，说我全部能了之啊，很难。佛入虚空无分别，等真法界无所依，化现周行没不自啊，悉作道场成正觉。这个偈颂说以神通力化现种种身，遍于法界。化现种种身，那就不一定化现什么身。